名声，名声，我给你起名名声，是让你把你爸爸的忌日铭记一生。你以后要考警校，做警察。你以后要考警校。陈哥，数学作业写完没啊？写什么作业啊，找人抄一下就行了。走，玩去。哎，陈哥，咱今天还去那家酒吧？今天换一家吧，昨天那家的酒没劲儿，没意思。陈明生，来尝尝我爸新进的烟，玉溪，好烟呢。妈，我出去一下啊，晚饭不用等我。你以后要考，知道考警校吗？我以后一定当个警察。陈明生，你以后真当警察呀？你爸不是因公殉职的吗？做什么警察呀？多晦气啊！切，哄我妈的。陈明生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忘了你以后是要考警校做警察的？你要这么喜欢警校，你自己考，天天念叨烦不烦？肯定会上警校，我肯定会做警察，我拿命保证。妈，当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信封，感觉有点奇怪。在此之前，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上大学，可没想过那个被从小到大一直念着的愿望竟然成真了。数学、英语、语文、理化、心理测试，50米冲刺要求7秒1以内，1000米要求3分55秒以内，俯卧撑10秒内完成6次以上，立定跳远至少2米3。青海警官职业学院。学子们怀着赤诚之心走出大门。这么多行李呢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行李是在这里排队吗？妈帮你吧。好，谢谢。大家排好队，三路纵队，咱们排队检查完警校门。天气很热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以后就是警察了，快吧，咱们校门口合个影。来，3、2、1。今天是8月24号，北京时间下午1点，大一新生陆续进校。在校生与老师们在教学楼下、宿舍楼下以及校门口进行迎新登记活动。集合，男同学全都到宿舍楼旁边集合，请做训服，剃头去。这老师谁呀？严正涛啊，他你都没听说？咱们刑侦科专业课老师，听说贼牛逼也贼凶。那赶紧走啊。好了，有头发茬，上外面冲冲水啊！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凉快！本来还觉得像卤蛋，看习惯了你挺好看呀。我还觉得你愣头愣脑的。咱们那头做军服是真的帅，跟别的学校不一样。我也天天都在训练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
柔软的沙发，不要硬板床。我也不行了。我看你上午跑得最欢，你的腰和腿再坚持一年都没问题。警校没啥意思。你听见没？听见啥呀？嘘，仔细听。有人卖西瓜？卖西瓜？这是什么大事吗？想吃吗？可不让出去，想吃有啥用？真想吃。哎，陈明生，你该不会是要出去买吧？被抓着可就完蛋了呀！你就这点胆子干个屁的警察呀？好吧，陈明生，我记得大巴拉我们来训练的时候，我看你外面有片瓜地。什么？有瓜地？不过有瓜地又咋样？咱们也去不了。天这么热，不出去闹腾了。还是床舒服，躺着吧。哎，你们就等着吧。全是玻璃碴子，哎呀，出血了！我操！左脚有个缺口，傻波，我操！这也……这也太急了，操！爽！西瓜地，西瓜地，我来了！嚯，这个大！哇，这个也大！那这两个了，行了，打道回府。我操！我卡住了。哎呀，尿急了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卡住了。你哪班的？三班。哟，那就是我班学生了。对，教员帮个忙，给我弄出去呗。你等着，我找个工具。哦，好。谢谢教练。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都不忘放下这俩瓜呀？你这么喜欢这俩瓜，那就抱着跑圈去吧。回来，你真要跑啊？教练，你要怎么罚我呀？那你觉得我要怎么罚你啊？只要不通知家长，你怎么罚都行。我去跑圈。你要跑多少圈？你让我跑多少，我就跑多少。那就先跑十圈吧。好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过来。啊？这瓜上怎么有血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手手手手，我拿出来。跟我来。教员，是不是不用通知家长了？欧瓜去了是吧？哎呀，你还考警校，也不怕人笑，对当流氓吧？哼，你叫什么呀？
我叫陈明生。严正涛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甚至让我把瓜拿回去了。后来我慢慢折服于严正涛的专业能力，再后来严正涛有假期的时候还让我去他家里吃饭。3年过去，严正涛变得不像老师，不像教官。在我念大四的时候，严正涛要离职了。我要调到另外的地方去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跟你报备啊？哎，你小子有点上下级观念没有？我跟你一起走。扯什么蛋？你要退学啊？好事读书，你现在辍学出去能干啥？你不用管我能干啥，你走我就走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过几天再通知你。3天后，严正涛把我叫进办公室。我同意。你知不知道这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啊？知道。你想好了？决定之前，我可以给你时间，给你自由，让你充分考虑。但一旦决定了，我就不允许你反悔。做，还是不做？好，明天我给你办理手续。你需要参加一个简单的培训，然后我在云南等你。好。谈过恋爱吗？往前挤什么呀？谁啊？我难怪严队你隔三差五就拿出来看。去，这你嫂子不好看啊，隔三差五怎么了？我天天看都不腻。